直都对待我们两个一直都不是很好。为什么爸妈对你和大姐就是你们会觉得不够好呢？因为我是奶妈带大的，从小就是不喜欢我们两个人，就是都是奶妈带大的，我们这样做得好他就不是善待我们。你到我家去了吧，你说了你去了吧，你说了你今年去了吧，爸爸总在手不是我买的椅子啊，2007年爸爸出院的时候你到哪里去了？我到了不在家的啊，哪去了？在哪里去了？不是哪去了？爸爸开刀的时候你到哪去了？坐飞机走了。你看爸爸开几次刀啊？爸爸出钱的时候我们出钱了。爸爸开刀开不几次了吗？开不几次，开不两三次，开不几次啊？我跟你说，他花钱花多少啊？你们两个既然这么好，为什么要到金牌调解呢？我跟老师不好，你们好啊，有良心啊，为什么上金牌调解啊？这个是问你啊，问你，我问你，那不是我要来调解的。谈到父亲。谈到当年姐妹们在父亲弥留期间各自的表现，四姐妹各有指责，大姐和三姐甚至开始呛声不断，争吵不休。